播放音乐。又到了一天里最惬意的时光。这个人好熟悉啊。那个不好意思啊，我觉得你有一点眼熟。你是甜品的老板？是我。甜品还好吃吗？还可以吧，我们交个朋友吧。蹭吃计划达成。给你的，谢谢，我先走了。讲什么呢？给你。你相信冥冥之中的相遇吗？你是不是傻？有缘人自会相。我想请你吃饭。Find you here. 走啊，不说要请我吃饭吗？愣着干嘛？走啦。四季新品，欢迎品尝。